是厂房的吗？嗯，没有，不生孩子啊。那就要再自嘲，说的是真的。当时我哥看上我了，也是因为我穷追不舍，再加上我有一个，我有一个什么呀？我有一个那个啥啊？我有一个爱他的心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倒追的。他每天下农村干活的时候，我都给他送饭。我给他送饭，送完饭了以后呢，我还给他咋的？我还给他啊洗衣服、刷鞋。那个时候我俩还没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，我俩还没睡呢，我就给他干这些。他觉得我挺贤惠的，所以他才跟着我。后来我俩五月份就开始啊，老公三月份认识的，五月份就开始老公老婆叫上了啊。过生日那天，我给他制造一个小浪漫，制造完小浪漫以后，我俩那天在一起了。没想到功力挺好，7月1号在一起的，月末发现怀孕了，呵呵，我俩就啊结婚了。呵呵